因为大家平安，平安。咱一个上重要的关系，就是人甲人之间的关系。我唔知咱个会记得咱顶界见面的时阵，咱是讲你甲你厝内人爱有一个好的关系。我唔知大家当时维持了安怎，唔嘛咱大家都维持得不错。总是咱第二个关系，就是咱来甲教会的时阵，等咱出去外口的时阵，咱就爱甲其他的人开始有连接。有一个查甫囡仔，伊要去考神学院。伊去考的时阵，人就甲伊问讲：“请你甲我讲，你伫教会上好的朋友叫做啥物名？”迄个人想来想去，拢想问。后来神学院的牧师就甲伊讲：“好，你明年再来考。”因为伊无一个好的人际关系，伊无一个伊好会当甲伊分享的人。所以新南医的牧师感觉袂使的，伊爱明年才阁来考。所以咱知人际关系伫咱的生活内面是真重要的，迄是一个满足的关系，是一个箭头，甲每一个箭头拢是互相的。人咧维持人际关系的时阵，咱拢伫迄个线条内面，总是迄个线条要安怎才会好，是咱每一个人拢爱去用心培养。如果你无用心，那安尼我相信你有真侪目屎，嘛是为着这个人际关系所流的。美国有一个健康研究院，因做一个调查，咱知美国拢是一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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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美国因着去做一个调查。如果一周的人，因过了较无欢喜，因较无痛，因较爱甲人计较，那安尼，因的健保就爱流较济。啊，一周若过了较欢喜，然后大人拢较有听的话，那安尼一周的人吼，因咧用健保的数量就已经足少的。甚至有一个研究讲，如果你是一个人际关系较好的人，当你看病的时阵，你会好了较紧，然后你嘛会较长岁寿。我想这是一个真重要，上帝给咱甲伊之间有一个真重要的关系，甲人之间嘛有一个真重要的关系。所以你敢有好朋友？吼、哦，毋忘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朋友，有真侪学家因即摆开始咧强调，每一个人拢爱有一个好朋友。我毋知咱有好朋友无，所以你即摆会当听到死党，会当听到知己，然后你若开一台车，真侪人咧驶，人就会注意到啥物车距，啊无就是讲你有啥物需要，因就会组一个团体，迄拢是提醒咱每一个人。爱去加入一个团队内面，然后伫迄内面有人甲你支持。美国有一届伫因的报纸内面出现一个广告吼，迄、那个广告写讲，我会当去恁家听你讲半点钟，然后我收你$5。你想，即、這个广告刊出去的时阵，本来即个人只是想讲我来看看卖，刊出去了后。伊个电话接袂了，伊赶紧把迄个广告撤下来。因为有上侪人，因无朋友，因无人话人听伊讲，所以有一句话讲：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，然后分享的苦痛是减半。耶稣嘛甲咱讲，你爱甲迄个关系放伫上重要。第一个是咱甲伊的关系，第二个是啥物？人甲人之间迄个关系。所以你的关系，你敢有甲人之间有一个真好的关系？今仔日咱拢要挂一个目镜，咱要来看马可书甲人讲啥物？伊讲，恁中间谁是有智慧的？谁是有智慧的？除了有一个智慧长老以外，阁有一个谁是有智慧的？圣经甲咱讲，啥物人是有智慧的？讲。恁着爱用恁迄个智慧的温柔，然后伫伊的好品行顶面显示出来，互人看见迄个好的智慧。那个互咱一个看见好的智慧是啥物？恁若有一个智慧的人，你是册读足悬的吗？还是你是一个大头家？还是你有去足侪所在耍过？啥物是有智慧的人？那个安尼讲吼，伊讲恁若有智慧，着爱伫你的好品行顶面显示出来。不是你是大头家，不是你找事头真侪，是伫你的行为举止顶面，人就看见哦，迄个人伊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然后马可也讲到，
那安尼，什么是无智慧的？当恁心内有妄道的时阵，有三清的时阵，那安尼，迄个智慧就毋是对天顶来的。你就无成做一个有智慧的，因为何处有嫉妒纷争，何处就有扰乱跟各样的坏事。当恁将迄个纷争放伫恁的心内的时阵，什么时阵会有纷争？就是当你开始行善的时阵，当你开始嫉妒的时阵，有开始就有可能开始有纷争。迄、那个嫉妒，迄、那个妄妒，原本伊的意思是毋是啥物？是一个好的，是我足行善你的，是一个真好的行善行善行善，写到后壁就变啥物？写到后壁就变做嫉妒，迄、那个鼻全转去。迄是一个原本是一个行善，总是写到后壁就变做嫉妒。那安尼当时有三生，就是当一个水姑娘仔出现的时阵，有两个小男生，也是大男生，看到迄个水姑娘仔的时阵，就讲哦，囡仔来这水，一定要带转来做某。两个人就开始讲好，咱来拼一下。过来，伫啥物时阵会有婚姻？就是一个官位，一个真官的位，敢若一个人会当坐起哩的时阵，咱拢会讲咱要来。君子之争吼，不过有时啊，真侪时阵，咱拢无安尼做。但是有可能你拢会甲我讲，哦，无哦，遮我拢无做着，我敢若伫阮家内电视头前看电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当你看遮个人咧看电视的时阵，伊的面有啥物表情？有的人介意，有的人讨厌，有的人无欢喜，有的人无感觉。总是因就会伫迄内面讲，哦，我无介意是因为安怎安怎，我介意是因为安怎安怎。有时阵，咱拢会感觉，吼、哦，因为咱甲别人无同款，所以咱会当坐伫电视头前来评论。但是当你详细去想看卖的时阵，你会记得顶个你喜欢的迄个人，踏到别人的时阵，你有啥物感觉？你有嫉妒？你会记得当顶个人升官的时阵，无升到你，你有啥物感觉？你有嫉妒无？你想讲，哦，迄、那个一定是靠关系，无就是背后有势力。对吧？所以当你感觉别人做初一，我若无做十五，敢若对不起自己。那咧，你迄个智慧是为倒来，是为你家己内面产生出来。那个提醒咱吼，伊伫即种个头前，伊讲不要每一个人都做师父，卖每一个人拢要修做先生，因为咱要修个是搁较大个心。今仔日你敢是一个有智慧的？有智慧的人是啥物人？就是用和平去栽种的。咱每一工拢咧种迄个种子，你今仔日若种冠军的种子，伫迄个人的心中，可能伊就会感觉，吼、哦，你今仔日真歹哦。总是你今仔日若种一个好的种子，人就会讲，哇，你看起来足温柔的。你今仔日出去的时阵，你要种啥物款的种子？咱要甲人有好的关系，你一定爱真做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那安尼智慧是啥物？纯洁，然后和平、谦逊、友善，充满着仁慈，然后会当结果较好的关系，有灵敏的，无偏袒，然后无虚伪。你敢有这几个？你敢会当结好的关系？咱来看第一个是啥物？纯洁卫生纸嘛？不是，第一个是恋爱物。清洁的心，台语叫做清洁。迄、那个清洁就是你予信心充满了后，你愿意去改变。是安那清洁爱放伫第一个？因为人甲人之间的信任，拢是上重要。人甲人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，上重要就是你爱信任迄个人。当你有上帝的心伫你的心内时阵，你袂想讲，哦，我今仔日要安那害伊。明仔载要安怎害伊？好，今仔日伊要去开会，我绝对要予伊知道。所以伊甲我问路要安怎行时阵，我就甲伊讲另外一条，迄条一定会较正。当你无纯洁的心，无清洁的心的时阵，你就想要安怎去害人。第二，你就想讲我要安怎讲白话。这个囡仔，伊拍破因家的花瓶，伊甲妈妈讲啥做的？伊的弟弟妹妹。所以今仔日你。拍破一项物件的时阵，你安怎甲别人讲是你做的，还是你敢有诚实吗？
有一个研究讲，91%的人，因拢会伫无关紧要的代志顶面去讲白话，然后有86%的人会对伊爸爸妈妈讲白话，过来伊会对伊的朋友，伊会对伊的亲人，甚至有一半以上的人，拢会甲你身躯边迄个上重要的，你的翁、你的太太讲白话。好像我们时常在说谎一样哦，你敢有讲过这个？明明的人打电话甲你问讲，你甲倒啊？你讲我已经伫要到啊，其实你爱搁偌久？爱搁半点钟。那时常拢伫遐无关紧要的顶面，然后就讲白话。有一个心理大师伊就讲，你看咱自细汉就咧看人来，伊伫咧提醒咱，咱的生活内面，敢若真侪时阵咱讲的，咱拢无做着。迄个心理大师讲。人是一个真够碰碰的动物，而且你碰碰你讲的吼，比你个所想的搁较济。我唔知咱敢有安尼想，但是当你开始说谎话的时阵，你规个身体内面拢会起一个作用，你的血压会变悬，你的心情会变无好，你的内分泌有可能会失调，因为你想讲我要安怎把迄个说谎的搁甲圆回来。我讲的白话，敢会去有人发现？我要安怎甲伊圆回来？所以，那个提醒咱上重要的第一个是，你爱有清洁的心，你袂想要去害人，你嘛袂想要去骗人。第二个，你爱温柔、好参详。你敢是一个好参详的人？你敢是一个温柔的人？当一个温柔的人，这三个意思是，伊有一个开阔的心，伊愿意去接受别人甲伊讲的物件，伊愿意去别人甲别人参详。一个情绪好的人，伊会当有好的人际关系，所以伊伫伊讲话顶面，伊嘛会特别注意。这个人，伊真敖练拳击吼，伊是啥？李小龙，伊有足侪 muscle， 伊讲啥物？全身哪一个肌肉最难练？都一个 muscle 上歹练，舌头，舌头最难管。当咱咧看七十的时阵，如果咱去看那高师的头前，其实伊是咧甲咱讲，咱讲话爱真细腻、真注意。有一个影片叫做《千字遗言》，这个影片就是这个头前最早的这个查甫所演的，伊足好讲话。大家人若甲伊做伙的时阵，就一直听伊讲，然后伊会去骗人，然后伊会叽里呱啦叽里呱啦一直讲。有一天吼，你看边仔迄丛树啊，是对因兜生出来，所以当伊每讲一句话，迄个树啊就落一个；每讲一句话，树啊就落一个，树啊就落落落，落到上好尾，只要迄个树啊落了的时阵，伊就无性命。所以，伊开始知影讲，吼、哦，我过来话袂使，我袂讲，伊怎啊，把伊的嘴封起来。伊以前讲话是只要伊想了啥，讲讲讲讲讲，所以伊下骹的人拢用要受不了啊，甚至伊的太太也是安尼。今仔日，伊怎啊忽然无法度讲话？你想，迄是对伊是一个偌大的痛苦。总是当伊开始思考伊要安怎讲话了后，伊发现伊家己有真大的改变。今仔日伫你的生命内面，你安怎甲人讲话？想着就讲吗？就亲像这个人同款，还是你敢有想着讲哦？我可能讲一句，我的肉就落一个，然后你就会好好啊思考讲，我要安怎讲话？我真喜欢保罗讲话的方式吼，伊写予人的批，伊拢安怎写？伊讲：我每逢想念你们的时候，就感谢我的神。我每一次想到恁的时阵，我就感谢我的上帝。所以当伊想到人伊配的时阵，来感觉哇，伊一定足想我的。伊无一开始就拒绝。恁甲人讲话，恁是用啥物方式？我唔知咱敢捌去买过糜。你去买糜的时阵，通常拢是一细碗。有人去食青州小菜的时阵，伊就食糜食了，伊就甲头家讲吼。头家，恁足当生的呢？迄糜吼，敢若给我一碗尔，我若食一饱。迄、那个头家怎甲伊应讲吼？你敢知？阮这糜吼，嘛是爱成本的。伊就歪插伊。
另外第二个人来，甲头家讲：“头家，你这糜吼煮了实在有够好食，你看这细碗，我一下我就食了啊。”伊头家讲：“真的哦，安尼来，我阁予你一碗。”两种无共款的讲话方法，你予人得到的回应是无共款。所以今仔日你是一个温柔的人吗？你是一个会当参详的人吗？第三，你是一个有灵敏的人吗？当你有灵敏，会当结果的成果的时阵，你会当建立一个更加好的人际关系。这个人要创啥物？钓鱼啊！要安怎钓鱼啊？一定爱揢物件去钓。总是你要揢物件去钓的时阵，你一定爱知影迄只鱼啊爱食啥物，对无？当你揢去钓的时阵，你一定爱设身处地为着迄只鱼啊着想，你才会当家己钓得来。但是你今仔日甲一个人做伙的时阵，你敢有为着迄个人着想？有一句话讲，你要拍动人的心的时阵，你爱先同理他的感受。有真侪时阵，咱拢看到啥物？你看到这个图的时阵，你看到啥？看到一个事情的事，还是看到一个人站伫内面？通常拢看到物件时阵，咱拢是看到迄件代志，然后咱就生气，咱拢无想过讲后壁迄个人伊有啥物款的苦衷。今仔日恁囝真无简单，考九十分转来，你讲安奈无考一百分？其实。伊今仔日是因为伊咧写诶时阵，伊腹肚疼，伊真正伫咧冻会了啊。所以咱拢无去看着后壁迄个人有啥物需要，你敢若看着迄件代志，然后你无去为着伊想。即张图是反古画诶吼，伊咧画图诶时阵，伊诶弟弟正支持伊，然后伊诶精神科医生嘛正支持伊。总是咱知伫伊诶一心画图诶时阵，伊拢无卖出去啊。伊总是伊个弟弟一直开钱，一直甲伊支持。伊个弟弟嘛写批甲伊个妹妹讲：“我毋知我继续安尼甲伊支持是对还是毋对。毋过我会当看见我个哥哥真正伫画图个顶面，伊真正真有天分。所以我一定要提醒我家己，爱有耐心对阮哥哥咧画图个即件代志，我爱时常甲伊鼓励，时常甲伊支持。”这张图就是伊生平第一张画出去的图，伊敢若画出去一张尔。虽然伫因的有生之年，伊拢无看到伊有啥物成就，总是咱知伊到尾成做一个真好的画家。你敢有遐多安尼帮助人结出好的果子，甚至伫你的身上，别人也看到迄个好的果子。第四个是啥物？没有偏袒。无偏袒，偏袒是啥物？就是我对你这个人，我有偏见。这张图我真介意吼，一个人甲迄个人比啊，咪讲哈，就敢若你，你会当创啥物？时常咱敢有安尼看一个人，偏真好吼，就是甲人看扁了。当你甲这两个字听开的时阵，就是一个人甲另外一个人看扁了。你敢有把一个人看扁了的经验？有时阵你只是无认捌伊，其实伊是一个有疼心的人。有一个新妇哦，伊咧坐公车的时阵，伊看到一个人，行入来公车上面。迄个人去咧公车的时阵，伊看到伊啉烧酒，因为伊规个面拢是红。然后伊看到伊规身躯穿甲敢若泰戈泰戈，重点是伊阁看到伊个面有一个口红印，有查某甲伊斟，然后咧伊个衫则阁藏一个酒瓶，伊就安尼来坐伫即个媳妇个边啊。迄个媳妇看伊坐伫边啊，想讲好，我等下吼一定要好好甲伊教示，因为吼伊安尼袂使。后来即个啉烧酒个即个人。迄个媳妇问讲：“神父，人吼为什么会得关节炎？人是安怎来得着关节炎？”迄个媳妇吼想讲：“啊，我抓着重点啊！我即马进来吼，该念念的。”伊讲吼：“是安怎人会得着关节炎？第一就是你爱啉烧酒，第二就是你生活无正常，第三吼就是你这个人吼，敢若爱遐有诶无诶。”这个不是重点，有一天吼，你若搁真爱啉酒吼，你有可能会安那落地压。
你会下地狱。这个新闻嘛，了心内一开始感觉真欢喜。过一下咧坐车的时阵，伊想讲袂使，我真做一个基督徒，我阁是一个新妇，我袂使安尼。伊就甲迄个人问讲：啊，你着关节炎着偌久啊？你即个关节炎疼偌久啊？啊是安那会着着关节炎？迄个酒鬼吼，啉烧酒的迄个人，甲新妇回答讲：无呢，我是伫新闻顶面看到啥？